show you how it's done. Draw us a picture, Louise. When I colour in, the magic will begin, and together we'll make the picture come real. Draw us a picture, Louise. Take a look and see how easy it can be. Come along and draw with me. So draw us a picture, draw us a picture, Louise. Louise, 画一只长颈鹿给我。 Yoko跟我在大草原上有点迷路，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们的营地啊？没有，露易，对不起。哦天啊天啊！别慌张，Yoko，我想想啊，如果你飞高一点，也许能看到什么。没错，从上面我可以看到整片大草原。 Yoko，我想到一个好点子，我知道谁能够帮我们找到我们的营地哦。是谁？长颈鹿。Yuppie！哦，为什么？相信我。要画长颈鹿，开始先画头。 画一条曲线当它的头，向下画它的口鼻，然后给它一个长耳朵，一只圆顶的脚，另一只脚，最后是它第二个耳朵。而我要画它的鼻子、它的嘴巴和两个眼睛，两颗可爱的眼睛，好让它可以看得非常远。 现在我们必须画一个非常非常长的脖子，很棒哎！我要画一条线过去当它的背，然后它的尾巴跟末端一竖毛，再画它的长腿，有一些方形的小蹄子，一、二。 三、四，画得好哎 Yoko，现在我们必须把长颈鹿的身体连上它的头哦。我来喽，你看，太棒了！现在我们只要涂上颜色，没错，换我了，换我，我要把它的身体涂黄色。我呢，要画些咖啡色的斑点。 你们是谁？我的名字叫路易，这是我朋友 Yoko。我能为你们做什么吗？我的小路易，事实上 Yoko 跟我有点迷路了，我们找不到我们的营地。我想你能从上面帮我们看到哦。哦，你说的很对，我们长颈鹿由于我们的长脖子和优秀的视力，我们可以看得非常非常的远呢。 说一次要找什么？Yoko和路易的营地。哦，对，没错。路易，他也许有一点迷糊啊。<笑>你们的营地。嘿，等等我们。路易，他忘记我们。我想我们必须再画一只长颈鹿，不迷糊的。<笑>
画一只长颈鹿，开始先画头，画一条圆线当前额，然后向下画口鼻，接着再回来画第一个耳朵，第一只有圆头的小脚，第二只脚跟第二个耳朵，别忘了加它的鼻子、它的嘴巴和两个眼睛，然后画身体，从头顶开始向下画，接着画一条水平线当它的背，加上末端有一束毛的尾巴，最后画它的腿，长又细，它的脖子，一些方形的小蹄，之后你可以涂上你喜欢的颜色，别忘了它身体上的斑点。你们好啊，我的名字叫珍妮。你好，珍妮。我叫路易，尤可跟我在找我们的营地。小池塘旁边的两个帐篷，对吗？对。好，跳到我背上，我有长腿，我们马上就到了。朋友们，如果你们想画一只大长颈鹿，试试看吧。再见喽，朋友们！再见喽，朋友们。